蹄这样做麻辣鲜香，还不用涂骨，大家赶紧做起来吧。猪蹄冷水下锅焯一下水，放高压锅内，再放屏幕上的所有配料和清水袋，盖上气压18分钟。压好的猪蹄去骨再切块备用。这几天我对这个鲜花椒真的太爱了，油热下蒜辣椒和鲜花椒一起炒香，再倒入猪蹄肉、蚝油、酱油、生抽、料酒、胡椒粉和猪蹄汤一起煮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猪蹄肉麻辣鲜香，非常好吃，喜欢记得收藏。